五重大会，五重大会。今天来到我们的集合啦。捕虫大会，今天是我们岛上第一次办的捕虫大会。三只，赶快去抓吧。尽情的抓，快抓！蚂蚁，蚂蚁也可以吧？蚂蚁也抓，快点抓！哎，再给它变成捕虫，万一叫捕虫会抓。他后来是跟谁放？哦，发现那个扣。这不用那么慢吧？快点啦！你才抓四只哎，等下要派哥哥上场。哥哥，有养蝴蝶，赶快抓！快点，你这速度快！快点，剩30秒。慢一点，你讲。快点，赶快去其他地方啊！你在同一个地方，怎么可能会有啊？你要去捡气球，快点抓！气球？这边又没有昆虫，你叫我来这里干嘛？好啊，今天岛上要举办捕虫大会，然后你会看到呢，岛上面所有的居民都拿了捕虫网，像这样啊，对不起啊，非常的斗志，哈哈哈。那我的岛民 Peter， 他是唯一最不正常的。他怎么戴牛角帽？他形象自己变成牛角面包了。哦，这里的虫超多的，我先观察一下环境。哎，他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叫我妹夫到手。好，我来帮你。我还有一些岛民帮我捡，有一些岛民不见。对，奶蛮跟小丑还有那个蟑螂，奶蛮在用的，奶蛮在不在？啊，奶蛮在啊。浩明要跟这一个很帅的，他叫什么？龙克斯。嗯。我想跟他拍照。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冷。哎呀。你看他有微笑哎。好。龙克斯。第一次参加是免费哦，然后参加。开始。哇！龙大会开始。还有人帮我拍手。那我送了。跟张丽娜讲的话，哎，张张，她打扮得特别可爱。她说她很热，她
说，放旁边再说一下。下雨会比较热。先拿出这个。那是捡漏的。这个。你就跟那个你的那个熊猫讲话，看一下规则。看一下商品了。看一下大会规则。那看第三个可以换什么？看一下什么可以换什么？第一只，
他事情。高价收购。点数也换，点数也换。啊？小兄弟。可是我刚才二十要换。嗯，好吧。只是他给的。小乔。他准备很多礼物。你看多点积点掉。我看一下。哦，好可爱。好可爱。好恶心哦，我不想要。那么可爱。他给你五个。谢谢。大只吗？啊，兄弟，我拿条红雨伞给你换。转一下正面了。换装。